药洗。这是你啊？是我呀。JK 制服，你这个是，是不是？不可爱吗？小姐，我猜你应该挺高的，感觉。多高啊？还可以吧。多高啊？我一米八。你他妈一米八？你就一米是吧？一米八。一米八。一米八，真的假的？老板，你多高啊？我多高啊？我也就一米八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那好像跟我差不多哦。差多了呀，我是一米八，你是一米八。嗯，那能一样吗？老板，你这个小数点是不是加错位置了？兄弟们，把背包里面免费的荧光棒可以送一送。我好像这个全明星好像粉丝团那个荧光棒好像也可以加贡献值吧，大家可以把背包里面免费的荧光棒可以赠送一下。这个小姐姐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关注，兄弟们？我没有说假吧？等一下看能不能跟她视频一下，一般第二个小姐都是应该可以视频一下的。大家记得去办办 APP， 一定要给她点波关注了啊。这个小姐姐是个上海的小姑娘，可能说声音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听，但是我觉得她的外貌值得大家点点关注，好吧，点点关注。小姐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应该有很多人追你吧？多吗？多，我觉得不多哎。你想要多少人？我觉得就差你了，你想不想呀？应该有很多人关注你吧？没有哎。就应该有，你想不想？应该有很多人喜欢你吧？你喜欢吗？别人喜不喜欢不重要，我比较关心你。我还可以啊，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，那个挺不错的。哪种不错？就是非常不错。呵。点一下。完毕，是老色批。我点一下符文天赋啊。我这英雄符文天赋应该怎么点呢？带手疾走减肥，带疾走减肥不行，带疾走无法减肥。还有吗？就能不能多发几张呢，小姐姐？多发其他的一些类型，有没有那种比较成熟一点的？我看你刚才给我发的都是那种可爱风的，有没有成熟一点的？你喜欢成熟一点的呀？啊，都可以。你不说你 cos 过吗？你 cos 过啥呀？哦，你想看我 cos 的照片吗？啊，可以看看。我给你发。看看你 cos 的照片啊，瞅瞅看。那你看我给你发的照片，那你是不是也要给我发两张照片呀？你要看我照片啊？不能这么。对呀、啊，不能只像我要，这不公平。想看我照片是吧？可以，我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，好吧，小姐。好。我照片其实一般，我不太喜欢给小姐姐看的，但是你要看的话，我就给你发一张。我来给你发一张啊。我这平时不怎么拍照啊，这平时。老板，你是不是长得不太好看啊？因为长得不太好看的人就不喜欢拍照。你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牛肉红烧狗屁！老板长得还可以的。但是不想，哪里不想给你看，哪种可以看了你能给老板打折还是咋地？你要是长得好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给你。考虑跟我干啥呀？你想跟你干啥？给你发上我的照片。
给你发了，这是我的照片。啊，老板，你的嘴角好有个性。老板，你怎么长得有点像？你确定这是你吗？真的吗？这不是我，是你啊？咋的了？那他肯定不能是我，这说不上来。你说他好看吧，他歪得很；其实他不好看吧，他的眉眼之有戏。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很难讲，很难讲。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？还可以吧，就还可以吧。除非你多给我发两张。多给你发两张，那没了，那就这一张了。哎，我给你发了，你不给我发吗？小心你骗我啊！我都给你发了一张，你不给你发？你这个先给我发张。哎，你这个是不是？你这个是不是？网图啊，我怎么记得这个是那个什么歪嘴战神的表情包啊？是不是骗我啊？这是我这个啥时候变成歪嘴战神了？啊？不是。这不是。老板上把技术这么强，给老板就问一下照片应该不过分呐？啊？我觉得你那个照片其实说出来有点像网图的那个 JK 制服。哪里像网图了？我可是支持视频认的，我可以乱抢哦。支持视频认证。别的。我跟你说，本人和照片差的不太多，那就说明是有差别的。那女孩子发照片都会 P 图，也很正常嘛，对吧？那小姐姐怎么样才能跟你视频一下呢？你说你支持视频呢？那你要多给我点几单，你多给我点。这是你啊？这一哦，这是什么造型？这是？那怎么样才能与你视频一下呢？你多给我下几单吧。多给你下几单呢？对呀。哦。那如果你要和你要是和你的照片一样，我必须天天找你玩啊。啊，真的吗？你相信老板好吧？老板是开兰博基尼的人，怎么会白嫖呢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老板是开兰博基尼的。是大的兰博基尼还是小的兰博基尼？大的呀，那小的有啥开的？还是。大的大的大牛，老板开大牛的，相信我，我不真的吗？我不白嫖你的吗？对对对，不白嫖。那你不能骗我哦，你之后要给我多下几单，我待会儿就给你开视频。给你多下几单，我都不差钱，我不差你这几单呢，小姐姐，我江湖人称杭州吴彦祖，你不想看一下吗？杭州吴彦祖。对，杭州吴彦祖。真的假的？就刚刚那张图吗？刚才那张图只是丑化了他也而已，其实刚才那不是我，其实真正的我没有给你发而已。你还懂大的还是小的呀？你坐过最好的车是什么车？我也觉得刚刚那个应该不是你。你坐的最好的车是什么车？我坐的最好的车吗？啊，法拉利。法拉利啊，是谁的法拉利啊？中路矮侠怎么不见了？中路他妈怎么没有人？哎，对面是。掉了吗？是要重开吗？一刀不落呀！我靠，太帅了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刚开局就要重开吧？这谁顶得住啊？中路人不见了，中路怎么会没有人呢？我太难了。那不爽死了！目测来说，一刀是不落的。给你展示一波一刀不落补刀的基本功，可以吧？什么叫韩服王者的基本功？漂亮，差点漏一刀！喂喂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录了一个刀，我吐了。矮侠，人去哪了？小法师不像个人呢，这小法师。啊！那他出来，我他妈要进化地寒宫了。对面真的掉了吗？还是没有重开耶？他们可能是这个人很有自信，想要刺打我是吗？啊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可能是想刺打我们。嗯，这个只能放技能了。我目前来说只漏了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漏一刀，为什么是30个刀？不是应该是32个刀吗？目前来说，从应该是一刀不落的。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补刀基本功。哎，我吐了，他妈这也能斗？这个小兵不当人呢，这小兵不让我补，我吐了。老板，你中路怎么打得像单机游戏一样？他已经被我打回家了。快乐单机。瞎子有想法吗？瞎子。我 A 你，这人一旦骚扰你，他就不太好补刀。一波二连，直接半血没有。A 假装打不过。A 溜 ，A 过来来 A 溜喽溜喽。他他妈还想杀我！嗯，小姐，等一下给老板多发几张照片行不行？我到时候把你推荐给这个像我们兰博基尼有个车友会的，到时候把你拉到群里面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但是说不定以后被哪个小哥看到了，那你就不用再当陪玩了，小姐。万一成了怎么办呢？我让我的车友群的朋友当陪玩挺好的，可以关注你，好吧？真的吗？给你涨一波关注，给我涨涨粉是吗？那你得发几张比较得劲的照片给我呀，好吧？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他们看一下。比较得劲的照片是什么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车啊？我们不搞黄色。我看你是贼喊捉贼，你这个小姐。哦，哪有？你说这个天气你还要跟我穿凉快的照片，你不就是老色批吗？那男人跟老色批有什么关系呢？男人就是老色批啊。那你有种别谈男朋友啊，男人就是老色批啊。那不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谈男朋友呢？啊，那咋不一样？那我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色批的男朋友。你不发拉倒，你不发算。别急嘛，我打完这把给你发好不好呀？怕我待会切出去死喽。你给我发张得劲的照片，我到时候让我兰博基尼的车友好朋友给你点点关注，他不香吗？啊？他们都不差钱呢。那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待会儿也给我发一张真的是你的照片，你不能再拿这种来糊。而且我是杭州的小姐，我看那个大牛，说实话，夸夸就半个小时就到好上海了，到时候请你吃个饭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真的吗？请我吃什么？麻辣烫，路边麻辣烫，6块钱的麻辣烫。你这个小姐也很烧啊你啊，我都没说这个你就开始哪有啊，麻辣烫有啥好吃的？请你吃麻辣烫，吃的那是麻辣烫吗？嗯，请你吃你最喜欢吃的大嘴巴子，吃啥呀？这矮侠跟着双排的吧，应该他可能是代练。
感觉有点像啊。他跑了，我就不追了。跟你视频一下都这么难吗，小姐？你跟你视频要如果花钱的话得多少钱？我们这里可不是那么花钱就赚的，重点吧，你得有那个心。你就比如你很诚心诚意的发我一张你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啊滋！我靠，没电脑。小法师不会到六级秒我吧？啊滋 ！Q A 半血没有了，我觉得下一波他可能会死。啊滋！蓝给一个，兄弟蓝给一个。你干啥呀？他死了，看都不要看，他没死，他0-0-5，应该不会死。他果真死了！哎呦我的天！他好小哦！他把独眼龙害死了。我让他别去，他非要去。他好小。给我拿个蓝，他不香吗？这打野很小啊，他再小有提莫小吗？中 miss 了。哎，我没闪出来。闪出来我不用死了，好可惜啊。你怎么没有上学啊，小姐？你前面才问过我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呀？记性不好要看看我卤多了，小姐，我有点健忘了，老年痴呆了可能。你我说我打撸啊撸卤多了，天天熬夜嘛，别想歪了，小姐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画面里是一个还是两个？有没有重影啊？哇，我有，重影是什么意思？我溜了。10分钟100刀，1秒钟1刀，就这个补刀，问你狠不狠？回家变个身。我下一件出什么呀？我要不要出一个卢本伟？不是，那个回声。那说什么虎狼之词？你的。还是出一个大天使，我信不信给你来个5星差评？现在为什么要差评我？小姐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发还是不发？不发，我打完这把就退单了。我发是吧？不发，我打完这把就直接退单。我发，你别退我单。你是想要看那种？你犯病了你？嘴巴是不是得疾病了？你的嘴巴？好，你已经死了。那不好意思的。我滋！我电300块，你还抓我？我滋！我 QA 来跳他了，给他来一波仙人跳。对了，这两波我就直接无敌了呀，讲道理，瞬间爆炸。瞬间爆炸了。是个塔，我溜了，我滋。其实我都不想刷机，我他妈滋他了，我滋，我滋两下半血没了。这个滋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好变态哦。变态啊，变态就对了，就要变态。咦。我滋呀，我滋，
信不信？这小法都吐了，这小法。我知呀，别给我逮到了啊！我知，不行。这小法是太猥琐了，我越塔也不太好越，小心一点，感觉下路有点危险，偷个鸡。哎呀，他死了。小法就这么点血了，那我一电他就废了，直接给他电死了，还不回家，小心送你回城。两级大招了，我滋啊！哎，来 Q， 哎，我电，我急走一开，我 A， 我滋，我 Q 走位，我 A。我电，看犯病了。我电，我哎，我滋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好强啊，老板！强吗？不知不觉的变态中，变态把对面杀完了呢。还可以吧？屌不屌？我直接十成杀人书了，小姐姐，我先回家了。哦吼！这个开始读书。这文文，我靠，太吓人。走了，老板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呢。来个巫妖升级，没办法，现在这个装备我跟你讲，我一个 QA 加个 E， 这个小法不死啊，我这个装备它就有极大的问题，好吧，我只需要 QA 加 E， 小法是必死的。我先拿个蓝 buff，你看这输出 ，AOE 直接爆炸。鞋的话来个法穿鞋，我去给小炮来个电疗。小炮看那个走位应该是继续带，他非常危险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小姐姐，千万不要眨眼。啊滋！老板，你不会死吧？我死个鸡儿。哎呀，他怎么死了？哦，吓我一跳！被你烧死的吧，应该。他怎么？哎，他这一波怎么死的？我烧啥啊？是被你烫死的吧？我也没烫呀，我没东西烫呢。那你可能就是欧皇、哎、啊！对面投了耶！就这样。好快哦！好快哦！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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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把照片发我看看，小姨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你的照片了。你一老色批。再给你，再我再加你一单，小姐，我觉得你玩的还可以。来，进来。真的吗？对。得到了认可。认可。我觉得你玩的还不错的。赶紧给我发几张凉快的照片，我发给我的车友群，好吧？老板一定是热坏了。我老热了，我家没空调的，你以为？我现在热，老热了。老板开大牛，怎么家里没有空调啊？你是不是骗我？骗你啊！别急啊，来，我给你打把下路，来一把沙米拉。真的吗？啊，撒米拉，来，发了吗？那我要是空技能了，你可别骂我，发了。我不骂你干嘛？那除非你跟我视频一下，我就不骂你。有些 AD 很凶的，就是你要是攻没或者秒住，你这个是查你是查意识吗？你这个照片拍的，这个不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查意吗？但不喜欢。我感觉你好像那个模特啊，感觉你，我越来越不相信这是你本人了，就是那种真的是我，好像那个模特呀、啊、你。